家好，我是本期的音画嘉宾冯绍峰。我现在正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拍摄我的最新电影《狼图腾》。这次与我合作的导演是曾凭借《高歌胜利》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的法国名导让·雅克·阿诺。而在与阿诺导演相处的这段不长的日子里，我感受到他非凡的电影才华以及艺术创造能力，当然还有他像狼一样深邃的眼睛以及狼一般坚强的意志。九个月的关外拍摄《蒙古草原狼》，他们是我有着最多对手戏的演员。回忆初次相见，我被他们身上孤傲的气质与冷峻的眼神深深的打动，除了害怕，更多的还是激动。就像《狼图腾》书中描写的那样，他们矫健与拘敏，让我第一次深刻体味到了生命之美。大家拭目以待吧，有一天我终将与他们正面交锋。在接下来的九个月中，我会像一个真正的牧民，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完成电影的拍摄工作。初夏，草原上的草还没有完全变绿，一望无垠之下鲜有人烟，我们已踏上寻找狼迹的旅程。